评审三77.6。好，继续呢，为您邀请到编号三陈文婷，来自新加坡，为我们带来这首参赛歌曲《蝴蝶乱飞》，掌声欢迎。大家晚上好，平台好。三的参赛者好掉乱归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数。评审一77.8，评审二77.9，评审三78。好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通知一下现场的在座的每一位的这个参赛者们哈，两支麦克风呢，男生跟女生的麦克风是已经开的。已经 open 了哈，不要去碰这边。而且麦克风开了之后呢，在后台等待的出场的参赛者呢，也请稍微小声一点，因为麦克风会收到那个声音的哈。这个时间我们评审老师注意哈，我们回到了这个速降新秀组，速降新秀组，编号四王美莲，来自马来西亚。